你試下即係掉地下都得嘅喎。係冇問題嘅。係咪㗎？試下。喂，難咗喎，不如試下你試下打一巴睇下。我打佢打啊！嚇，你打你打你啊你。我唔得唔得，佢打。你打你啦，冇嘢 ，OK 嘅 OK 嘅。喂，好大哥，老弟收啲路啊！冇錯啊，喺邊度知道啊？今次咧嚟咗深圳做咩咧？就係配眼鏡，無啦啦配咩眼鏡？小弟拍足五年 YouTube， 終於有金主爸爸 sponsor 我啦！嗱，點解配眼鏡呢？係因為咧個金主爸爸見到我平時戴眼鏡啦，同埋見到我個樣有啲衰格啦，咁啊，所以佢覺得咧我隨時會喺街俾人打一拳咧，咁隨時眼鏡咧就會容易爛咁樣。佢話佢呢度嘅 quality 嘅眼鏡咧係比較有質素啦，嚇，即係跌落地下或者係俾人打完一巴，眼鏡飛開咗之後咧，佢都唔容易爛嘅一啲嘅眼鏡框咁樣。咁同埋咧，佢話建議我配一個叫做咩蔡司配鏡噶，蔡司配咧就唔係香港嗰個港姐蔡司配啊，係佢嘅一個鏡片咧叫蔡司鏡頭嗰啲蔡司鏡片，咁佢就話呢個咧係會高清啦，同埋佢話會對眼睛會好啲啦，同埋佢話係防內花啦，同埋係哇好多嘢，總之好多好處啦，同埋總之係好貴噶啦。佢話當然啦，貴極有限，都平過香港，所以咧就特登嚟到呢度啦，就去到配眼鏡啦。咁呢度邊度嚟嘅咧？呢度其實就係、是。車公廟站是深圳的車公廟站的 D 出口呢，一出來呢右手邊就是這個叫做有色大廈的寫字樓的，上到五樓就是有它的店鋪在這裡，就在這裡的後面的右邊，不光廢話了，現在就立刻進去呢就去到這個配眼鏡， Let's go。喂，我哋咧依家終於到咗個店裏面啦，第一時間梗係入到嚟嘆冷氣先，哇，好熱啊！老實講，咁啊，我哋入到嚟啦，咁就依家第一時間係做咩呢？就係驗眼先啦，因為佢知道我個眼咧究竟係即係近視有幾深啊，散光有幾多啊咁樣啦，之後就再揀鏡片同埋揀框，咁啊揀框係今日嘅重中之重，咁啊因為我想揀一個耐用少少，因為我係教水嘅，咁所以咧我成日咧啲其實我呢副眼鏡已經綠色嘅啦，即係已經咧俾啲。綠水咧搞到咧佢生生地瘦同埋氧化咗，咁我想揀一啲好啲質素嘅。好，唔講廢話，而家即刻去驗眼。呢副配咗幾耐？呢副我諗三個月。三個月。係啊，啱啱換。但我睇過係咪有跌過你㗎？係成日都跌㗎，我成日俾人一拳打埋嚟，跟住就飛落地下就爛。哇 ，OK 啊！度數咧，度數夠唔夠用？度數 OK 嘅 ，OK 嘅，因為新配咧，佢度數都更新咗。OK， 係啊，呢邊麻煩寫一寫，即係要填方。係啦，基本信息啊，尤其你係嗰個工作環境，你都可以寫埋上去。哦，工作環境係咩？即係譬如話你嘅你係屬於室內辦公。哦。咁你就話就寫翻室內，咁有啲人可能係室外辦公咁。哦，户外。哎，點寫錯咗添？緊要唔緊？你照你。我寫咗扮嘢嗰排。哦，出生年月日，係咪生日有優惠嗰啲啊？正常我哋係有折扣嘅，我有折扣，係啦。你戴鏡戴咗起碼幾多年啦？有冇咩？都廿年嚇，即係我30歲，廿四，20年年資 ，OK， 係咯。好，之後咧，即係你譬如話你戴眼鏡個過程中出現嘅現象咧，有你有停，呢度時集中唔到，都係集中唔到，成日都哦，糖尿病就冇喎，啊糖尿病都關事嘅，係啊，會㗎會㗎。哦，我冇糖尿病 ，OK， 好。你覺得日頭同埋？晚上的視力會不會覺得又不一樣？如果冇曬燈的情況下，好黑，梗係啦。唔係，因為佢係好黑的地方，我看不到。平時手機啊，你覺得你個使用距離大概係咩距離咧？咁樣，正常咁，正常咁樣係。O K， 咁電腦咧？正常咁樣，就呢個距離，係一個手臂，係一個手臂，都好詳細。係啊，因為我香港配眼鏡冇呢啲問題。做完呢個問卷之後咧，我哋就而家同呢個視光師咧就心情對望，冇錯，係 check 我嘅瞳距。咁啊，出完瞳距之後咧，我哋就去 check 度數啦。咁呢部機香港應該見過，亦都唔陌生噶啦。咁啊 ，check 翻我究竟有幾多近視，有幾多散光啦。不過重點一提，大家有冇記得裡面嗰張圖係點嘅樣咧？係一間屋嚟喎。係啊。點解唔試下擺一個靚女喺裡面？
可能每一個人需求不同，這個是一直都是以往都是這個路線。咁啊，試完嗰部機之後咧，大概知道你咩度數咧，就做翻個傳統配眼鏡嘅動作啦。咁喺度值得一讚嘅係咩咧？就係佢哋嘅服務態度真係十分十分之好。因為咧，我喺度講埋啲廢話咧，佢都好有耐性咁樣解答你喎。有冇人戴呢啲眼鏡出街？冇。但係你哋呢啲冇呢個款揀喎，呢度。梗係冇啦。邊有插片嚟？我哋所有嘅鏡框嘅價錢咧，都係喺基礎上面再減400嘅。哦，再減400蚊。係啦。哦。基礎係咩意思啊？即係。哦，即係標價再減400。好，咦？有冇400蚊嘅眼鏡咁呢度？有呢邊。即係啊，咁即係免費嘅咯。幾乎都呢邊就係400咯。哦，100蚊。哦，呢副幾靚？喺邊度？得唔得啊？有冇哈利波特嘅影子？呢副係咪有紅色？金色。金色㗎嘛。係金色。系边个好啲啊？差唔多，差唔多。但系嚟呢度，一系有金主爸爸，即系唔会拣啲咁平嗰啲，我哋再拣贵啲。系。不过我建议，如果你经常俾人打咧，你去拣呢个牌子。哦，好。我哋呢个牌子咧，点样讲？佢个无论系重量啊，或者个材料质地咧，都系做到人气最高嘅。哦。即系做上内辐射啊，譬如话好似嗰啲。刮花啊！你話金屬可能就會刮花。嗰時，譬如我係游泳教練嚟嘅，咁我成日戴眼鏡落水啦。呢副咧已經變咗綠色啦，即係佢氧化咗啲鐵啊。咁你呢啲可唔可以嘅咧？即係如果你可以係完全放心，因為佢係完全冇螺絲設計嘅。哦。所以因為你嗰個生鏽位置就係因為佢位置螺絲有螺絲，所以先會生鏽。哦。然之後我哋呢種咧係屬於即係係屬於切入式嘅，咁呢種係屬於硅膠，佢唔同以前嗰種。塑料材料呢種比較軟熟啲嘅，但係頭先你屈到好勁都唔係，你可以試下，你自己試下。哇，好驚！正常你喺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。哦，呢個位置。係咯，哦，但係呢個係掉地下都唔會爛嘅。正常係唔會嘅，都 OK。你試下，即係掉地下都得嘅喎。係冇問題嘅。係咪㗎？試下。嚟。但係冷啲，冷啲，我驚。嗱，試下拋先，我哋拋。係啦。你可以攞翻嚟睇下。哇爛咗喎！我咪講笑，冇爛，冇事。喂，都幾實淨。佢個顯示度咧係完全可以去到呢個角度嘅。哦，係啦，即係點樣講？幾襟喎都。第一就係佢冇螺絲設計，我哋呢個牌子咧係屬於佢呢個位置咧係冇螺絲設計嘅，所以你如果好似嗰啲有螺絲嘅，帶耐咗你呢個開合好鬆噶嘛。係啊，會啊會。係咯，佢呢種冇螺絲，佢係屬於切入式嘅，咁呢種咧就會比較有彈性少少。哦，係啦，好。但呢個幾錢？呢個係按照上面個價錢，呢個係1198嘅，都係減400。哦，減完係790。但呢個價錢係包埋個鏡片嘅，你嘅有嘅，有嘅，有可以包嘅。但係咧，我哋正常嚟講，如果係即係鏡片啦，我哋係揀鏡片。如果係滿，即係打埋滿500，滿我哋係可以即係送一副398嘅鏡框。哦，都會送鏡框嘅。OK。因為本身佢嗰個材料上面嘅限制，所以你覺得你睇到呢邊所有嘅同個牌子嘅幾乎顏色都差唔多。係係，唔會太深色係嘛？但係呢個咧，喂呢個啲搞笑呢個形狀，得唔得呢個？呢個就比較咩咯？咩個性咯？個性係咩？即係塵咯。個性。哇！好難揀喎，選擇困難症喎。呢個係冇嘅，呢個係真心我覺得。系啊，系咯，因为佢有八角形啊嘛，八角形几好，有啲似嗰啲八卦阵嗰啲，可能辟邪有用。试下第一次落地下睇下，咪真系咁襟先。不如试下你试下打开一巴睇下，我打佢打个，啊你打嚟啊嚟，我唔得唔得，吓你打嚟啦，冇嘢 OK 嘅 OK 嘅，得啦，咁你嚟啊，啊飞去嗰边定飞呢边嚟噶？呢条整翻嚟，系咯呢个位呢个位，嚟啊！快啲啊！喂，嚟啊嚟啊！冇事，冇事啊，冇事，关唔系我冇事，佢冇事啊，真系得啦 ，OK 喎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平時應該户外多嚇。係户外，其實我剪片有室內，但係我較少有户外。我兩樣都有，兩樣都有。係，佢依家揀翻鏡片嘅時候啦，佢介紹咗三款進口鏡片啦。咁片頭都有講過啦，佢主要係推賽斯鏡片噶嘛。咁啊，而呢一個咧就係 HOYA 啦，其實主要咧就係 for 室內咧用電腦多嘅人士比較適合，而我最適合呢一款嘅喎。叫咩牌子？咩叫黃敦斯德啊 ？Rodenstar。應該是其實我建議你都要選擇這一款，雖然它是這裡寫著是針對青少年，青少年用品，我都是青少年來的，還有我都是青少年。OK， 然後我們看回這個鏡片，它是屬於即類似好像做了類似多焦點那樣，是的，它可以做到優化呢，是好像這個這樣焦點原則去做到個視網膜，即你沒有即角度上面可以滿足到，因為有些鏡片呢其實就是望前面是清晰的，其他譬如望低一點都會有一點朦或者會彎曲了，它會優化你這一方面的問題，尤其是散光人群，你如果眼鏡戴低或者戴高一點你都覺得不夠清晰的，就是因為它的角度是有要求，即這個牌子就是專為散光而設計，是的，沒錯，這裡寫著專為有散光的牌子，是的。這裡值得讚的就是其實本來它就想我推銷賽斯鏡片，因為它是一個授權店，但是它會貼合我的需要，它不會因為想你 sell 什麼東西它就要你配一副不太適合我的鏡片，因為這個萊登斯德的鏡片是for散光人士是很適合的，而我就是正正是散光的人士，所以它又即刻轉了，本來我推介賽斯鏡頭它就不用了，就叫我冇所謂，要貼合翻我嘅需要係最貼切、最重要。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細心，係好值得欣賞。咁啊，最後揀完鏡片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去到set 翻嗰個眼鏡嘅焦點位啊。唔得，我怕醜，要對望要。唔緊要，好快啊！好嘅，好快講啲。咁啊，雖然係廣告啦，咁但係都要有嘢彈一彈佢嘅。如果店員係靚女嘅話咧，我覺得會比較好咯，係啊，可惜咧就唔係靚女啦，係啊，咁啊，希望店方可以改進一下咯。OK， 好，除咗哇，尷尬，覺得你個框呢個位置，同你眉毛已經係完全擋到噶嘛，係咁樣嘅話，你就譬如話你副眼鏡喺塊面度已經係完全唔匹配，你稍微低，如果係去到低翻少少，去到呢度。反而正常啲，系啦，正常啲。咁正常啲嘅话，可能即系嗰个距离就呢、這个距离就远咗。哦、oh. ，所以我帮你校翻个鼻头位。O K， 超好。好，真系细心。平时我戴眼镜咧，我因为我鼻唔够高，太扁啦，跟住咧，所以佢成日上咗落嚟。所以原来嗰个眼镜嗰个距离咧，前后距离同埋上下距离咧，都有啲要求。最後埋單走人啦，咁啊埋單之前咧，佢亦都會講下個眼鏡嘅保養係點樣啦，包咩維修啊咁樣，同埋佢咧係會好細心介紹俾你咧啊點樣可以用副眼鏡襟用啲啊，要雙手拎眼鏡落嚟就冇單手啊，同埋咧抹眼鏡咧都有好特別嘅方法抹嘅，唔係我哋平時求其抹嘅，如果唔係個鏡頭就會花嘅。你可以如果平時你去抹眼鏡咧，儘量都係咁樣順住抹，係啦。如果是這些邊你知道你就這樣是的，沒錯，這樣就會乾淨一點，你如果是這樣去捽，這樣去成日這樣捽就會捽花個鏡片表面的膜層，就會花，明白，平時都是多數花都是這樣去捽花的。A few days later，好啊，等了差不多七日了，就寄到來我們香港，運費還是店方負責，開箱了。咁啊，呢個粉紅色嘅盒咧，就係唔知點解係粉紅色啦。啊，咁啊，開一開啦，睇下裡面係點嘅啦。咁啊，你見到裡面咧係有一個眼鏡盒啦。啊，咁有佢嘅卡片啦，叫知音啦，知音眼鏡啦。而後面咧係教你點樣咧去到清潔呢個眼鏡。而呢支係眼鏡液嚟，唔係即係叫清潔液啊。係。同埋，咩嚟噶？空喎，冇嘢喎。唔係喎，又好似有嗰啲嘢，睇下咩先。喂，垃圾嚟喎，寄咗幾啲垃圾俾我。我度數嗰啲嘢，嗰啲，我做乜寄呢啲俾我？有咩用啊？啊咁啊，呢個有鏡片啊，呢個應該就係原本嗰個眼鏡原本嗰塊無度數嗰塊鏡片嚟嘅，呢個係。
但係寄俾我做咩咧？即係係咯，寄俾我有咩用啊？唔知寄俾我做乜嘢？好啊，咁啊，我哋繼續啦，我哋講翻介紹翻究竟仲有啲咩啦。咁呢個就眼鏡盒啦，揭開眼鏡盒之後咧，就係一副眼鏡啊，就係、是、等咗差唔多七日左右嘅一副眼鏡啦。係啊，睇落去好似幾清晰，唔錯唔錯。咁啊，眼鏡盒裡面有啲咩呢？咁就係有一副眼鏡布啦。咦？除咗眼鏡布，仲有啲咩呢？仲有兩對鼻托啦，同埋有眼鏡布啦，仲同埋有眼鏡布，做乜寄咁多副眼鏡布俾我？咁啊，條片咧接去到最後嘅尾聲啦。嗱，大家睇我呢副咧就係、是、新嘅眼鏡啊。咁啊，我再喺度再講一講感受先，係對呢副眼鏡嘅感受。我係好驚訝，因為咧我戴咗上去之後咧係感覺唔到嘢啊，即係輕到一個點。跟住之後我就走去特登攞個電子磅啦，去磅下舊嗰副同新嗰副究竟相差幾多 gram 啦。又相差唔遠咯，得兩 gram 啫，但我完全係兩個感覺咯。舊嗰副咧，你戴眼鏡好明顯知道戴住眼鏡喎，但係呢一副咧，完全係感覺唔到係戴住眼鏡。咁我懷疑係嗰個耳仔位啦，同埋嗰個鼻梁位咧，係舊嗰副咧就係、是、比較揞住我個鼻梁啦。咁但係呢副咧完全係好舒服嘅，所以令到我感覺上咧好似冇戴咗眼鏡咁樣咯。我對呢副眼鏡嘅評價同埋我有啲驚喜咁樣。咁啊，同埋最後啦，咁好多謝啦。其實呢條片係廣告贊助嘅片嚟嘅，咁我多謝店方去邀請我啊，去到店去體驗佢哋嘅服務啊。咁啊，呢條片咧就會其實比較詳細，我都好怕觀眾會唔會太詳細唔會睇咁樣。但我都好想透過呢條片咧，除咗係我體驗之外咧，我想科普一啲嘅對眼鏡嘅常識或者知識俾大家，例如抹眼鏡嘅方法啊。例如對眼睛使用嘅要求，對唔同鏡片嘅配對啊，咁樣我都好想喺條片度交代俾大家，俾觀眾啊知道我究竟原來配眼鏡係有咁多學問嘅，係啊，即係唔係就係話係入去俾錢配完眼鏡啱度數就走得咁樣咯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體驗嚟嘅。好啦，最後啦，最重點嘅嘢就係同大家講啦，就係、是、有優惠噶。咁啊，唔係嘅話，大家點樣吸引到人哋上去北上消費係咪先？咁啊，所以佢哋嘅優惠係咩呢？咁咧就係、是、有一個嘅蔡司伊士奴 3.6 折起，訂製就 4.5 折，而且仲送呢個398嘅鏡框。咁啊，我照讀嘅啫，都係啊。咁啊，咩叫做伊士奴係咪牌子嚟嘅？應該係啊。咁啊，另外買一送一有優惠啊，就係、是、每買滿500蚊即刻送598蚊嘅太陽眼鏡一副啦，可以配呢個變色鏡片啦，同埋近視鏡片咧，就168起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度佢優惠暫時啫，因為咧呢條片咧可能你一年後先睇，咁一年後有一年後嘅優惠啦。咁啊，呢一刻嘅階段咧就有呢啲優惠啦。咁啊 ，description 裡面咧有佢哋嘅店鋪資料同電話噶啦。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去到店去體驗一下啦。咁樣，好啊，咁啊，條片去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再次多謝金主爸爸贊助我呢條片，同埋送咗呢副咁靚嘅眼鏡喺度。好，我哋就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唔覺得好奇怪呢？其實香港配眼鏡咧，攞眼鏡嘅時候咧，係會幫你調校下鼻梁啊，同埋耳仔位。點解今次冇嘅？啊，寄過嚟咪校唔到呢啲嘅鼻梁位嗰啲咯？點算呢？因為咧，我係喺當日配眼鏡嘅時候咧，都已經調校好咗噶啦。咁啊，唔使走兩轉啊嘛。咁啊，到時佢哋廠方就做好咗之後咧，直接寄嗰個眼鏡過嚟香港咧，到時收眼鏡嘅，直接戴上塊面度就可以啦。